那么达斯巴嘎瓦图阿拉哈图萨玛萨布达斯，那么达斯巴嘎瓦图阿拉哈图萨玛萨布达斯，那么达斯巴嘎瓦图阿拉哈图萨玛萨布达斯。好，有一个小弟，他称自己小弟金钟，金钟是谁？那他讲希望尊者正视小弟的问题，所以一起好久了没有回答他，所以今天好好的回答了。这个对法很有心，这个人，他说他是根据南传经藏去理解缘起法。因缘而生，不会觉得事物是空的；因缘而灭，不会觉得事物是有的。我们是不需要这样来理解了，因为有和没有啊。他讲这个缘起法，就是破除大乘小乘说的一切是有、一切是无的迷思。是讲过，但是今天我要在一些地方再讲一下，这个上次也简略的讲一下，但是现在我还是要再讲一下，所以因为今天他后面的时候呢，就讲到自杀的那个问题，所以我还是给他过一下，跑一下，所以这个呢，一切是有，一切是无，以前也是有人喜欢提出这个问题，想引发一场讨论和辩论。你说，因为我们说我们南传修行有，究竟真实法，那他就说，哦，那你讲的究竟真实法是有的还是没有的？是究竟是有还是没有？其实我们不是这样子看，如果你遇到人家在外头，特别是有一些体系，他们比较喜欢辩论的，对他们讲辩论是他们探讨真相的一个手法，还蛮擅长辩论的。我有看过那种辩论呢，在场面几百个人一起在辩论的，很精彩。然后呢，我们一当人家问你的时候，到底是有的还是没有的？往往我们南传不习惯这种用词，我们一般的人想查了我怎么回答？其实你就问他嘛，你的有定义是什么？你的无定义是什么？什么叫做有？什么叫做无？你请他先把定义讲清楚，我们才跟他讨论。如果你没有问他把定义讲清楚讨论哦，你这样哑哑的，而且讲不出了。因为我们大家在不同的体系，用词是不一样的。在我们来讲呢，有没有？怎么叫有没有？他生灭生的时候，灭的时候，你就讲没有了。这什么叫有和没有？我们只讲永恒不永恒，是无常还是恒常啊？这个就比较清楚。如果你要讲恒常还是无，有没有无常，那我们很好讲。你讲有没有这个有？什么叫有没有？无常的也是有啊，它只是它是无常而已，对不对？它只是无常，是不是？什么叫做没有？什么叫做有？虚空是有还是没有？对吧？所以呢，定义比较重要。所以我们遇到这种另一种语系语言。你就一定要，如果解决这种辩论，不然就不要辩比较好。上次我也试试看呢，他们跟我讨论的时候，后来就发现了没办法辩，我跟你没办法辩，因为我们的用词不一样，因为我们来自不同的体系，所以啊，但是有个好处就是大家都很 gentleman 的，就是虽然讨论讨论，辩不下去，但大家都很尊重，友好，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大家都是以友好的佛弟子的心，来讨论佛法。好。所以呢，如果你遇到这种呢，所以我通常呢，遇到如果是说有还是无呢，我就说啊，这个就，你先定义吧。我们南传不是这样子讲有没有的，我们是讲无常还是恒常啊，恒常。这是，当我们讲究竟真实法，我们是在某个层面讲这个现象，然后，
还有呢，这个世界的第一点，上次也说过了，这个佛也说不能回答，佛陀说他自己，在生死轮回你根本不能找第一点的，你只能够讲地球的起点可以，银河系的起点你可以，但是如果是生命宇宙的现象，你要找第一个因，第一个起点，这个是不能，这样。好，关于到谁成佛的这个，那天也有讲一下。这个呢，基本上呢，如果没有独立的无我，无我又是谁在成佛？这个要去了解一心理跟一心理。一心理特别是缘起法的一心理。所以这个就可以解答了。这个可以再去听一下。之前师父讲解这个一心理的开始。哦，所以我简单讲呢，带过去，因为我要讲到那边去。那讲涅槃是不是断灭无余啊？这个也是很多人问的时候啊，这些东西。那涅槃是一个，在我们佛教来讲，就是一种究竟真实法，它是不生不灭啊。但是涅槃的时候，提着涅槃，你是烦恼断灭无余。我们不讲涅槃断灭无余，我们讲烦恼断灭无余。然后呢，为什么被造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被造？没有人造你啊。爸爸妈妈罩你，可以这样子讲，但是呢，如果要讲得更彻底的话，我们不要走进那种基督教或者是造物者的那个宗教他们的语言方式，他们的语言方式是什么东西？是谁在创造你？没有，但是你可以讲缘起，缘起，如果以这一生来讲，你就讲哦，眼前看起来就是爸爸妈妈把你创造出来，但是在更下去，他就过去，过去，过去，并不是说有一个造物者。创造这个生命啊，不是这样子的。即使是人家讲现在那种什么试管婴儿啊，或者是用科学这种方式、基因的方式制造生命，也不是这样子的。表面上是哦，我是造物者，我创造了一个生命，通过用那个胚胎啊什么创，其实不是的，它都是它的因缘里面的，都是缘起的。所以遇到这种问题，所以好有一个问题呢，就我深知。佛法是处世法，其实也不只是。佛法是讲世间的真相。处世法呢，当然他们很多人不明白，我们佛南传讲处世法是指处世间法。Lokudharma 只有九种。须陀洹圣道圣果，斯陀洹圣道圣果，阿那含圣道圣果，阿罗汉圣道圣果，阿那含圣道圣果，阿罗汉圣道圣果，还有涅槃。这九种我们才叫处世间法，但是在北传的语系里面呢，只要你是修行往解脱，你就是在修处世间法，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语系的不同。我们南传呢讲处世间法很精准的指 Subramanya Lokudharma 就只有九种，四个圣道圣果跟涅槃，那个才叫处世间法，其他的都是世间法啊。但是这个世间法里面有了。导向处世间和导向，在世间轮转啊，这个可以这样讲。所以我们用词是不一样的，跟北传的用词不一样。所以我们一讨论的时候，通常我们解答这种问题，遇到有很深的北传背景的人呢，那我们在一定要先定义那个用词才来讲解，不然的话一定会一场混乱。好，所以呢，他讲是打破这个苦乐机制，处理这个怪圈啊，这点是对的。我深知，如果不能入世，不能处世，谈何处世啊？这时候是也是北传的语系。他们讲的入世就是要走进世间，做世间的事情，然后呢，要在里面好好的处理，然后呢，才能够跳出生死轮回。这个是北传的语系了。我们南传不是这样子讲的。我们南传只要你能够看清楚这个生命的真相。就已经是了。谁说我们现在我们已经在这个世间，这个身体已经是这个世间，那我们只是去了解它。所以呢，当然是在这个世间的基础上走向出世间，对吧？因为我们在看这个就已经在看这个世间，还要去追求哪一个世间？在北传的语序里面，他们一般的时候讲通俗的讲法啦，我不是说很精准的学者的讲法，通俗的讲法呢，他们是讲。你要在世间，你要去做生意，你要去在世间混一下，经历一下世间的种种的考验，或者是你要
那有些人甚至想去妓院去挑战一下自己，看看自己还动心不动心啊，这个叫做入世。我们不是这样子讲的，我们这个五蕴就是我们的世间，眼耳鼻舌身意色受想行识，这个就够我们看透这个世间，跳出轮回了。不是说你一定要跑到真的跑到世间去混了一轮，这个是一种讲法，所以呢，这是我们有一点困难呢，所以这些我们要讲一下。所以不是说你一定要在世间啊混得很精通啊，很会赚钱啊，或者很会搞政治啊，或者很会搞外交啊，然后呢，你再来讲跳出生死轮回，这是很奇怪的。这种是一种我们南传里面没有这样子的一种态度。我们南传里面，你不需要很精通，很会讲话，辩才无碍，很会外交，很会处理人际关系，然后呢，你才可以出苦海，没有这样子的需求。只要你能够认清你自己这个色受想行识，内在外在，内在外在，这样子，过去、未来、现在、内外出系列身远或近的色受想行识，你能够看到你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些究竟真实法，这个就是认识这个世间。所以呢，我们的讲法是不一样的，是你要认识这个世间，你才能够放下这个世间，才能够体证出世间法啊，这个是对的。但是我们讲的这个世间，不是说你要在外头混，不是这个意思。不需要，不需要。所以在佛陀时代啊，很多都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是已经到了一个时候，我们佛教的理解已经走远了。他讲，所以呢，小弟在处事方面吃尽苦头，我在宏观上无法如实自见，没有处世智慧，近期被中国老钱欺诈。损失了所有的储蓄，生活颓废，生存已经很困难了啊。所以呢，所以他就觉得学法要希望，当然很多人有这种希望，学法希望能够学到，也有能力面对外面的世界，这个也没有说不好。如果你学法，你对因缘的认识，让你面对外面的考验的时候很冷静，很有把握，这个也没有错。但是呢，解脱呢不靠它，我必须这样子说。解脱不靠你要很精通这些东西，解脱不靠它啊。但是有是加分了，让你处理事情也处理得比较有智慧，比较妥当，但也没有说不好。尊者说，在微观上如实之见和解脱有关系，宏观上的如实之见能够在更多层面上运用。这家导师真的，因为微观跟宏观讲缘起现象，它的法则，其实呢，在细微的层次是如此，在广大的层次，其实也是有它的共同的异曲同工的作用。所以呢，如果但是主要我们是讲解脱的，在我们原始佛教主要是要引导大家解脱的。有时我们讲一点宏观方面的东西呢，目的只是要。因为有些人，他必须看到佛法在另一个层面的活用的时候，他才建立起信心，对佛陀建立起信心。过后你再导他往微观，就是看到究竟真实法，那他才会有信心。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是这个目的。像比如说我在跟企业家讲领导学的时候，其实只是要给他知道佛法也可以很活的运用，帮到你解决你的问题，所以让他种下一个种子。然后啊，我能够对佛法啊，佛法也能够帮我现在解决我现在的切身问题，我的心灵的问题，主要是这个目的而已的。希望尊者能够在宏观的如实之间给我一些提点，让我少吃苦头，安然处事。基本上呢，就是如果要说一点提点呢，世间的事，如果第一件事情，如果少一点私心，这个是有帮到的。多一点因果自见是好帮到的，多一点慈悲这是有帮到的。因为我们行一个行，少一点私心无我的时候，我们多一份慈悲的时候，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是这个世界基本上这两个层面嘛，一个是理性层面，一个是感性层面。理性层面就是科学可以探索到的人啊、众生啊、什么啊这些，这个物理世界。感性层面就是。
人们的精神，众生的精神领域。那如果我们能够有无我跟慈悲的心，我们比较能够感受到很这两个层面。所以对世间的人呢，常常出现很多矛盾跟问题呢，是对这个世间的感性层面不容易看清楚。什么是感性的层面？是不是这个人啊，人是一个一种灵性来的，他不是机器，所以他很难预测，很难判断到底这个人是好人是真的假心，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所以如果你的心很清纯，很清纯，然后呢当然不是笨笨的那种，不是傻傻笨笨，是很清明的时候，像一个明亮的镜子。那么你面对这个世界，不管它几复杂，但是你能够感知得很清楚。如果这个人跟你来一个虚情假意，你也很容易的如实的知道，但是你的心很清楚，也可以包容，但是不容易受骗。这个是。但是如果你有一个无我的心，你也比较不容易受骗。我们往往怎么会受骗？贪图。最近我才有人找跟我说，哎呀，他们很多人受伤，骗了很多钱被骗掉。因为有一个想要去参与一场投资，但是那投资是快回报。很快很快就动多久多久就给你多大的回报。其实也是那种金字塔型的东西。但是人们就是因为有一个我，所以就贪求，所以就受骗嘛。所以你带这个清明的心，带着一个，比如说就曾经有人跟说，我师父您的资具啊，这个很好，可以去投资一下，然后呢再蹦35天，你的资具就可以拿回50%，再过多久就可以资具拿回原本，再过一阵子就可以赚很多。所以有弟子给我出主意，师父人家给你的供养了，可以去翻本。我说，我刚才说，真的有这么划算的东西？这个世界不存在。如果是这样子，大家都不要这样辛苦去做生意，去搞生产了，去赚这个就好了。还有的，真的是有特别的赚钱手法。我说，不行，因为不存在。如果是这么快的利润，这个是几千倍的那个，如果算一年下来的话，是几千几万百分比的那个利益。不可能也将世界上也存在这样的划算，所以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拿别人的钱给先前，明白吧？拿后来的人的钱给先前的人的钱，但是到后面的人就很辛苦。我说这样子的钱我们不可以赚，他讲那没关系啦，因为现在你先出手的得了，后面的人苦别管他。我说不可以，我们要慈悲，对吧？如果后面的人，我们促成了这个制度的形成，后面的人会很惨很惨。所以这种钱呢，是不是靠生产力增加而得来的钱？然后你如果你贪图了，其实是好像贪图赌博赢钱一样，我赢了，但是有人失去，通过别人的失去我得到。我说就算真的可以给我逃得掉，对吧？然后因为我是先发者嘛。先发者通常是靠后面的人来养你嘛。我说也不要贪图，我说不要贪图，我说我们不可以，学佛的人也要有一种慈悲心，除非这个是正当的生产力的东西，我们赚的应该赚。但是如果不是正当的靠生产力，是靠拿别人的钱进你的袋子，这样子东西呢，就算我们可逃得掉，可以赚得到，然后呢可以即使赚到了就溜走，但我们也不忍心啊，这对不起别人。我说不可以这么做，我说，所以我说我做师父肯定不会搞这种事情。虽然说你弟子去替我出手，我说绝对不可以做这种事。然后我说你也不可以做这种事，但是弟子不听啊，就是太贪了啦，就进去了，这几次之前的某某一个朋友都已经得了多少，已经回本了，又多赚了，结果丢下去有气没回。放几十万就消失了。所以我说你看，你不听师父讲，我说不要贪，不道德的我们不要，就算真的你溜得掉，你好心，你真的想我不要赚这种钱，不要因为我得而让人家损失，我不要，那就好了吧。所以呢，通常为什么我们这样简单道理看不到，连师父在提醒弟子也看不到，为什么呢？贪念，贪念。
所以没有办法，你贪快的，不靠老老实实靠生产力增肌。如果你为这个事业带来价值，你得到的回报那是合理的。如果你没有创造价值，又要得到一种很不合理的巨额的回报，那肯定有它不合理的地方的，是不是？好，所以呢，这是所以我说，如果说宏观上如实自见呢，我是觉得，第一，你要如实自见，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是自见智慧嘛，是不是？智慧去看到，那智慧是在什么时候不能操作？我们在心污染的时候，心不能操作；你心清净的时候，智慧可以操作。所以先确保你的心清净，放下那个私心，很多污染都是因为一个我而产生的。你放掉那个我，哎，至少不要让它淹没你，你的污染就没有了，那智慧就可以开发了。接下来还有慈悲心，你有慈悲心呢，你太冷酷的智慧看起来呢，很像冷冷的智慧，其实在这个世界上也会有很多问题的，因为你在接触的是生命。你对生命没有爱心，你这感性的层面就很麻木。你对感性的层面很麻木，人们的需求你很麻木，你怎么处理事情、跟众生沟通，怎么会做得好？肯定做不好，真的。所以这是一点哦。所以还是回到领导学的那几个核心，就是我慈悲喜舍，然后呢，你就可以如实，就比较容易如实自见。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如实看待人的时候呢，我们是可以很多东西我们可以看到，往往是因为我们的心可能有一些先入为主啊，或者一大堆的假设啊，所以我们才会很多东西真相摆在面前你看不到的，所以你的心清明是很容易，所以这原则是这样子的，他讲，小弟有济世之间之心，看见世界上太多苦了，在修行路上有愿望，想修得神通，是神助，希望未来世能助世搞清楚处世的法和处世的法，留下法帮助有缘众生。好了，如果有心要修神通，要什么能力，没有什么，我们难传。反正佛教里面是没有觉得这是过失这种想法，只是说一定要有智慧。我觉得先修道有戒有定的时候修观智，学到自己的心清净。对于这个缘起法啊、无常苦我都要看得清楚一点，过后呢才不会迷惑。不然的话呢，因为自己智慧不够，有些就修神通的话是有可能。是有可能杀伤力很强的，伤害到自己和伤害到别人。也许你讲我现在不会，我的心很清纯。当你有那个能力的时候，智慧又不足的时候，你不知道的，因为因缘关系没看清楚，那个能力就在手上，你会以为我这样子就可以解决问题，结果就会出事情。所以还是先着重在智慧，的培育为基础，特别是无我的智慧，和缘起的智慧。好，接下来问这个心解脱是什么？他读到一部经，有一个叫，Gotika，Gotika 的，这个经准备了，叫 Gotika 的，他得到了心解脱。其实他是英文的翻译是说，他得到了 temporary liberation of mind，短暂的心解脱。英文是这样子翻译的，中文没有翻译暂时，哎有有，暂时的心解脱，暂时的心解脱是什么？暂时的心解脱是禅定，是禅定，他心这样得到，所以如果他的定力掉下来6次了，所以过后他想，哎呀，他是因为他的病的原因，病让他定力一直掉下来，所以后来他想，哎呀，我死了算了，我就。在我定力好的时候我就死，这样我可能还可以投生到 Brahma，还是这样子想，所以他就自杀，但是等一下有几个这个自杀的故事就随便讲了，等一下，所以他就自杀，佛陀讲，他已经没有再轮回了，然后呢他拿刀了，他。就这样，然后呢，佛陀讲他没有再轮回了，
然后那个佛陀还讲，你看那个像黑云这样子，他找去那个麻辣想，哎，他死了去哪里？想要找看他去哪里，但是找不到。佛陀讲，他已经解脱了，这有几个自杀的故事，让有些人呢就会很迷惑，到底佛教怎么看待自杀？所以学者呢就做了一些很多的辩论，所以我会简单的讲一下了，好，那么还有一个呢是陈娜的故事，陈娜，陈娜的故事呢是，她也是，那个时候呢，舍利弗尊者也去看他，玛哈尊大也去看他，然后呢，他讲但舍利弗尊者朋友，我忍受不了了，我很难忍，他讲我很难忍，我没有欲望想要再投生，舍利弗尊者觉得，他讲不行不行，你要活下去啊，你然后跟他讲法，跟他讲这个是我吗？我吗？没有是我，你是怎么看到的？但是呢，他还讲，他讲，他觉得他自己他的表达是自己很高的境界了，好像是阿罗汉这样的境界。我就缩短了，这是一个比较长的经。所以呢，所以他说，朋友啊，舍利弗尊者，请记得这个詹那比丘他用刀就是杀自己啦，是没有过世的用刀，就是没有过世的自杀。通常呢，他讲没有过世自杀，就是什么叫没过世自杀呢？死后你是没有再投生，是这样子。所以他著书也讲了，他高估自己，他高估了自己，他是在死的，在砍下去的时候呢，才证悟成阿罗汉的，是这样子的。所以不要这样子，不要尝试啊，这个风险太大了。所以著书是讲，他当时呢，他高估自己，他并不是阿罗汉，只是他在动刀过后才是，这那时就证悟，是这样子。所以，但是呢，佛陀也讲，他讲到，他要那舍利弗尊才问他，你为什么这样肯定啊？他说我是因为我在眼，我就可以看到这个灭，眼识也看到灭啊，然后呢，眼识所看到的目标也可以看到灭啊，就是，还有耳那些都是所以，他们也怕他，怕他，嘛尊大还跟他交接，跟他讲，跟他讲这个法，提醒他，其实大家是没有信心，就对他觉得他有这样的境界，所以从这部经来说，注疏里面的解释是合理的，是说他也是高估了自己，但是死后呢，他们来问佛陀，佛陀说，他是没有过世的，因为。他已经没有再轮回了，没有再轮回。但是舍利弗尊者还说，但是他有执着这些，他有跟那些在家人很友好的关系很亲密这样子，意思说还有那个好像那个缺点那佛陀就讲，这个本身呢，我不叫他叫做有过失，但是如果一个人他死后。他又再继续投生这个才叫做有过世，所以是这样。但是呢，刹那呢，他已经没有这个过世了，所以佛陀是这样子确定的。另外一个也是高估自己的瓦咖利，他也是高估自己，他也是在杀的时候呢，这是著书讲的啦，所以我们就照著书讲的。但是西方的学者有些时候他们质疑这个著书，经典的著书，经典的解释。但是他的根据经文来讲呢，这个也是蛮合理的。就是他说，因为他说我有懊悔，那阿罗汉是不会懊悔的。所以就是说，他讲的时候，其实他还没有成阿罗汉。但是后来佛陀说，他说佛陀问他你为什么懊悔？他说因为我想见佛陀，但是我自己没有那个条件去见到佛陀。然后他就讲够了，瓦咖利。佛陀讲够了，这个臭皮囊你要看什么？佛陀是讲。这身体有什么好看？那你要来见，他想见法者见我，见我也就是见法。佛陀是这样子，所以在这部经里面，佛陀讲了一个很棒的一段话：见法者见佛陀，见佛陀也就是见法。所以你们想见佛陀就修见法，这个是跟佛陀是这么讲的。
所以从这里来说，他当时这样子看起来呢也很合理，说他不是阿罗汉，但是后来呢的时候呢，他就成了阿罗汉呢。佛陀还跟他讲，你的死亡不在之前呢，叫人家去还没有死在以前，佛陀叫人家去跟他讲，你的死亡呢将不是一个不好的死亡，将不是一个不好的死亡。这样，到后来他还是用刀，然后呢，佛陀说他没有过世，所以这个就造成西方学者针对这个自杀的事，他们觉得很迷惑，到底我们佛教是允许自杀还是不允许自杀？因为我们戒律里面的比丘是不可以自杀的，是不可以自杀，所以这个看起来好像矛盾，对吧？如果你们要来讲，哎呀，佛陀教法好像是矛盾，又讲不能自杀，但是现在这个人阿罗这是自杀了，佛陀又讲他自杀是没有过失的，他这种死是没有过失的，因为他不再投生，你知道吧？不再轮回。其实也很容易理解，对我来讲呢，我看这个东西，我不觉得它很难解释，为什么呢？其实，如果你自杀，一般为什么反对自杀？因为自杀总是更糟，对吧？但是自然界的因缘里面总是有一些叫做例外的情况，有些人的因缘就是很例外，他就是在那种情形之下，他又不对，还在这个时候他就证悟了，就成阿罗汉，他也不会，他就不再轮回。所以从不再轮回来讲，基本上就是 OK，对吧？更好，什么东西就是更好，就是好了。但是这个更好是没有办法把握的，对吧？一般人你谁能够把握，所以就不要去自杀。但是如果你自杀了，你没有再投生，那个也不是，那个就不再轮回了嘛，对不对？所以基本上呢，就是所以这里来理解它是没有矛盾的。佛陀的教法就是要让我们更好，不是更坏，对吧？什么东西都是这样，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可以看佛陀的经典里面很多很多东西，其实都是在这个原则下走的。所以，因为它是更好，它不再轮回了，所以佛陀就讲这个是没有过失啊。但是其他的人不是有过失了？为什么？你把自己的生命搞得更糟了，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呢，千万不可以学啊！你们不要去学啊！我这个小弟不要去自杀，不可以啊！为什么呢？这些弟子啊，他们在用刀的时候呢，他已经那个时候境界已经很高，他只是受不了那个身体的痛和痛苦，他的境界已经很高，他已经不再执着这个生命，他已经很肯定他不再执着这个生命。当然有很多种情形，你说你不执着，是吧？那个自杀跳下来的，他讲他也不执着那个生命，所以到底什么才叫做你真的确定你不执着这个生命？当你有足够的观智、足够的智慧，已经观到那么细，因为你看透这个生命，你说你不执着这个生命是可以的，但是一般的人那些自杀人，他也说他不执着这个生命。比如说，最近在台湾有一位高雄议长跳下来，许坤炎，他觉得这个生命活着有什么意思？这个世界都已经没有是非了啊！当那个韩国瑜被人家罢免过后，他觉得这个社会已经没有是非可言了，那我活在这个里有什么意思？对，他就不执着这生命，他就跳下来死。这我告诉你，肯定不好。肯定不好，不要这样子自己自杀。还是在自己家楼上这样跳下来，一蹦这样子二楼这样跳下来就死掉了，可能是头往下吧，头往下这样子是会死的，所以一跳下来他就在自己家里自杀死掉，也很可怜。这种情形，如果你没有，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你知道吧？你讲讲你不执着这个生命，不是说你说你不执着，你就真的不执着。当然，真的不执着的人，他可以说他不执着，但不是说你说了你不执着，你就真的不执着的，不是的，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不喜欢这个，是因为我们要另外一个，我们要摆脱这个，是因为我们要另外一个。所以呢，这几个特殊的例外的个案呢，是不是我们可以学的？我们应该照戒律的基本是不能去自杀，不要去自杀，这才是对的。这种是。你试的时候刚好碰巧你试就是了，
但是其他的时候都不可以的，所以要明白这一点，所以不好草率的去，做出这种自杀的行为，不要这样子。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呢，就是，在 Vesali，有很多比丘，因为佛陀给了他们这个不净观的指示，后来他们就觉得啊，这身体的业力啊什么啊，结果就啊你要死啊就杀了是吧？所以结果就大家你杀来杀去，结果就也自杀，然后就死了很多。然后佛陀讲不可以吵我，那就佛陀去打修行，然后大家也没吵佛陀，然后佛陀出来，哎，比丘这么少了，然后阿难尊者说，因为他们得了那个指示过后，他们这一群人很奇怪的跑去自杀了，所以这些住宿也之一啦。其实它是属于特殊的因缘呢。这种因缘呢，这个 commentary 里面有讲解，commentary 讲解给大家解释一下。西洋人呢，他们是什么都质疑的啦，但是也是他们的理解是比较，在这里到底发生什么呢？在住宿里面呢，是说，这些比丘呢，他们有一些共业，他们过去呢是住在一起的猎人，然后呢死后呢投生到地狱里面去，然后过后呢还是回到人间，然后竟然出家做比丘，但是呢因为他们还有残余的那个恶业，还有一些残余，所以造成呢他们很奇怪，他们就是他们的死亡呢都是要这种自杀的方式去死亡的，所以有些他们那里面有些是有成就的了，但是住宿这样讲，然后他们就质疑了，为什么？哎，有他们就说里面有些是阿罗汉，有些是三果，有些是二果，有些是一果，然后就各自的到他们的一些还是凡夫，是这样子讲，那当然他们就质疑了，阿罗汉会自杀吗？就这个问题，所以都是一场辩论了，我只能够说因缘里面呢。你问我，如果你问我阿罗汉会不会自杀呢？根据七圣呢，他是可以舍掉他的生命。有些他们的修行功夫够的，他就可以决定他几时要死去，所以他决定他自己几时离开入涅槃。比如说，这个目犍连尊者跟舍利弗尊者，他们决定他几时要入涅槃的。那自己决定自己几时入涅槃，那个叫不叫自杀？那个不叫啊。像佛陀也是，佛陀要入灭，那叫不叫自杀？那不是自杀。所以只是说这些个案，他是用刀，我们就觉得他是自杀。他其实那个心念，他觉得，哎，他要走了啊。他们有那个修行功夫的，他可以决定几时几时哪一个点他就入灭。所以这个难道这种就叫自杀吗？这个不叫自杀。所以我们要明白。所以有很多很特殊的个案了。其实因缘呢，我觉得我就看到这种西洋的学者呢，他们有一个问题呢，我看到就是他们喜欢把那个规则啊，法做得整整齐齐，排列得整整齐齐，就是这样子这样子。其实因缘有些没那么整齐的，因缘它总是有一些很特殊的啊，例外啊，奥妙啊，这样子。就算你看我们这个世间也是一样，你讲哺乳动物啊，哺乳动物是怎么样的，就是有一种哺乳动物可能就是比较例外一点，你讲鱼类它有另一种有点例外，就是很奇怪，因缘就是总会有这种现象，所以你总是要把那个是这些法则定成非常100%的规则，这是讲不通的，所以因缘法则很神奇，我只能这么说了。哦，无论如何呢，就是自杀是不可以的不可以自杀。但是如果是这种例外如果过后的结果是更好的，那个佛陀是没有讲的，这个是没有过世的。但是不要做了我们做的话，我跟你讲，大部分人去做都是有过世的了所以记住这一点，所以这个就算是一个回答了。我也看到那个学者的记载都在这里了我也都下载他们的讨论，我就觉得讨论的太复杂，而没有抓到一个重点。重点就是在佛陀的教法里面，如果你做一样东西，你下一个结局是更好的，那这个是 OK 的；你做一样东西，下一个结局是更不好的，那就不 OK。就很简单，你明白这个原理，很多东西你所谓的这种矛盾，
就解开了，对不对？啊，像师父，有时候师父的助手会问师父：“您这样子讲，然后后来又讲又做相反的东西。”我说：“你看啊，师父，你矛盾了。”我说：“没有矛盾啊，你看我这样子做那样做，是不是有变更好？如果把东西变得更好，那基本上就不是矛盾了，因为我们的原则就是，下一步每做一样东西，一动一静，让一切变得更好，而不是更糟。所以从这个基础上来讲是没有矛盾。”你从这个基础上来看佛陀一辈子的行动和判断和决策，你就觉得佛陀其实是很 consistent、很和谐的。佛陀是没有自相矛盾的，因为他所做的一切就是要让大家更好，而不是更坏。但是你从有些时候他这样子讲，等一下他又改过来，哎，你说佛陀好像自相矛盾，一下子你又讲为什么这些小孩子，等一下，出家的年龄可以改的哦，就是等一下又小小又可以出家，等一下这个时候又这个人都不懂事，你为什么给他们出家？等一下又能够赶鸟就可以出家，其实很特别，因为那个5岁就可以成阿罗汉了，为什么不给他出家？对吧？有些7岁就可以成阿罗汉，为什么不可以出家？但是也有些17岁几多岁青年了还是很优质，对吧？所以其实有些时候佛陀有些时候戒律也是改来改去，有一些戒律改来改去，但是佛陀怎么会改的？其实因缘变了他就改，现在的因缘需要这样子我就改，是这样。所以你从这里明白，你就不会觉得，因为它不是因缘，它不是一个那么死的东西啊。但是它有一个永远不变的原理，作为学佛者，我们所做的一切必须是对的因，让结果更好，那就对咯。所以从这里明白呢，你在看佛教的经典和看佛陀生平的那个事迹呢，你就心里就很轻了，没有那么多自己总是觉得想不通的东西就没有了。好，现在有人问这个问题啊，念咒是否有满愿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功效，比方说驱鬼还是净化之类的，它是否算是一种修行的法门？在我们菩萨本身经里面，过去菩萨是有用咒的，有些时候菩萨这个咒那个咒啊之类的，比如说可以让那个树上的果子啊，在不是季节的时候呢，念那个咒给果子快快的掉下来，这种咒也有的，在菩萨本身经里面。但是呢，我们呢作为佛教的修行是不用咒的了，南传是没有用咒的。我们有的是巴雷达，巴雷达叫什么？护卫经啊，护卫经是有意思的，所以是那个真理的宣言，但不是那种他们所谓的那种不明不白的那些咒语。但是是承认世间有咒语，只是我们不用咒语作为修行。你知道为什么吗？这理由也蛮清楚的，因为呢，我们佛陀的教法主要是要让我们得到。不是追求世间的东西，是要开发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够去解脱的，主要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做东西要明明白白，是这样。所以我们不做念咒的事，也没有南传是原始佛教是没有以念咒为修行。因为你看啊，我们修行要修戒定慧，对吧？要解脱要如实自见，你要修戒定慧。那么如果你念咒的话，你追求的是什么？你追求的是世间的利益，对吧？保护啊之类的东西，这是一种。如果说念咒靠念咒来解脱呢，这是不能的。为什么？你要如实自见四圣谛，你只是一个念一个念一个自己的不明白的东西，你怎么靠它来解脱？但是从念咒来保护，我们没有否定这种保护，这种因为菩萨也有这个贾达卡索利里面也有一些咒语的作用，所以我们也不去讲这个，这不是我们的专业但是如果说念咒来如实之见真相呢，它最多让你的心静到一个程度，但是你要看到如实之见真相靠念咒，在我们来讲是没有这样的可能性，你必须如实之见真相，所以是这样子。所以因此呢
我们没有这样子的修行，但是别派他们也这样子做了啊，但是我们不评论那别派的事啊。原始佛教呢，我们不要这样做啊。我们只有几个巴厘达，算是给我们一些基本的一些保护。我们不会把所有的注意力投在那边，我们主要的注意力在于解脱。好，如果之前先答应了 A， 后来却因为看到 B 能给自己更好的利益而想反悔和 A 的决定，请问这样子算不算犯了不妄语戒？你当时你没有，你是后来，这个不是不妄语戒，这是不真实。没有真实语，没有守你的 Satchaparami， 没有守真实语。Satchaparami 的一个情形，除了讲真实语，不要撒谎以外，你还是要守住你的承诺啊！你答应人家事，你要守住，这个是 Satchaparami 里面也包含的，所以它是破坏了这个真实波罗蜜，是这样子的，没有不符合真实波罗蜜。但是你当时答应的时候呢，你没有骗他的意思，所以你讲那个时候你其实并没有骗他，所以妄语不妄语是在你做那些行动的时候就决定了你到底是妄语不是妄语，但是你后来你没有遵守那是后来的事了，你当时没有欺骗他，只是后来你不想遵守啊，这是另一回事。所以但是呢，他是不真实，是违背了真实波罗蜜的这个修行，是这样子，是不好的啦，要遵守承诺。另一种情形是，如果你要换，你要请求解除这个合约或者解除这个承诺啊，是有的，有一种情形，有一种情形，像比如说了哈。这个西瓦利应该是西瓦利那个畜生的那个供养的事情，对，有佛陀已经接纳了这个一个目犍连尊者的家庭目犍连尊者的一个护持者的家的一个护持者的邀请，让其僧团供养一天。后来有这个西瓦利的这个母亲也要供养，要供养七天，而且那是一个特殊的因缘，因为这个是未来的一个大弟子，所以种种因素吧，那经里面讲得太清楚。然后佛陀就那跟目犍连尊者讲，你去跟你的信众讲一下，请求他解除让一让啊，请他让一让，先让这个七天的完成，过后再去其他的家受供养。所以是有这样的做法，是有这样的做法。当然，因为那个时的因缘，佛陀是觉得应该先接受，应该改一改。所以这种改呢，是去请求他允许的。所以目犍连尊者就跑去请求他，请允许，我们这样子改。然后那个信众还开条件，那请好可以啊，那请尊者保护我，怎么平安啊？保护我，什么有不贫穷啊，有财富啊？舍利弗者 ，OK， 这个都可以，因为你供养僧团就可以保护你这个，因为可以祝福你嘛，祝福你这个功德，让你能够达到你要达到的东西，这是合理的，因果上是可以的，因为一大批阿罗汉嘛，你供养佛，供养阿罗汉。那个功德你要求的那一点点肯定做得到，但是啊，他也还讲一个，也保护我的信心不退。舍利弗者尊，目犍连尊者讲，这不行，这是你自己的事，信心退不退是你自己保护的，我们没办法。哎，这个他讲很合理，这个这样我可以接受，我可以明白，这是合理，所以可以答应的就答应他了，不能答应他的，不符合自然界的规律的也没办法答应他，因为你的信心是你自己才能保护，没有人可以保护你对三宝的信心，只有你自己可以保护自己对三宝的信心，这样子吗？所以如果你后来发现到有更好的利益，你是可以请求的，可以请求，但有一些东西要看清楚是哪一种利益。有一些东西呢，就是
可能赔偿，宁可赔偿，我们还是不可以。比如说人命关天的事，比如说动手术，如果你接到，比如说我们这个人要去这里动手术，突然间发现这个动手术可能不好，有更好的手术师，更好的情形可以更安全，成功几率更高。那么这么大件的事情里面，你没办法的，你没办法去遵守这个，对吧？那就好，就跟他讲解除。你要的是赚钱嘛，对吧？那如果你要赚钱，不是补偿你咯，对吧？所以我们也有这种情况，像比如说我们请了律师给我们做事，然后呢讲了，结果这个律师表现不行，不符合我们的要求，怎么办？炒掉他咯。那炒掉他，你要的是钱，那么我们赔偿你啊，你该拿的全部给够你，那我们就没有责任了。明白吗？一种合约，商业合约也是这样子，是允许撤的，但是呢，只是对方的损失，你赔偿就 OK 了。所以这点也要理解，如果你因为答应了 A，但是后来你发现 B 的利益是更大，那要看大到什么程度。那么如果够的话，你就够你补偿了一个 A，那你不是补偿了？那么这种东西是有方法的，是有方法解决的。有些人认为学佛就会导致他不争不抢，不能成功。要怎么打破世人对佛教的消极印象？成功就要抢要争呢，对吧？其实成功是靠因果嘛，你在因上做对就会成功，因上没做对就不会成功。我们华人有这种很危险的想法，总是觉得你要发达呢、发财呢，你一定要伤害到别人，别人零和的思维。零和博弈，是吧？我拿到五就要有人失去五，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其实有现代，你看很多商业模式，给你用一大堆免费的东西，像网络时代，你用完了它还赚很多钱，有没有？大家都有这种经验，所以不是说一定要剥削人家，自己才会叫做富裕。这种观念呢，是一种盲点，思想的盲点，以为要剥削了别人，自己才会发财，这是一个很。其实也赚不了几多，反正你看那些真正世界上的顶尖的首富，都不需要靠剥削别人的，制造很多价值给这个世界，他就成了首富了。所以这点要懂，其实不争不抢呢，没有错啊，为什么要去争和抢呢？你在你自己的因上做对就好了吧，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啦，但是如果有一种竞争是把自己做得更好，提供更高的价值给客户，这种竞争它本身不是那种争你的东西，不是，它是我做得更好，看谁做得更好，然后赚到更多钱。所以从这里来讲，这种争还好啦，因为你是用更好的价值给你的客户来赢得市场，这种还是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讲的那种争是，我把你的抢过来。你没有了，我得到啊，那种真是不好。如果只是创造价值，你创造出比别人创造出更好的价值，让客户心甘情愿，因为你提供的价值比较高而找上你，这种东西在佛教里面它不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如果说你伤害别人来自己得到啊，那个就不好。那看是哪一种。如果我只是走正道你就受伤了，这个不是了。这个不叫做伤害了，怎样才会快乐？把不快乐因素排除就快乐咯。那什么是让你不快乐的因素找出来嘛？就是用这个方法论，苦集灭道，苦在哪里？找出苦的原因，你要找出你的不让你不快乐的原因，对吧？然后呢，你要知道你要的是怎样的快乐，如法不如法。如果你要的快乐是，我看他有一个漂亮的老婆。所以看起来他很快乐，是因为他老婆很漂亮。那能不能，我要得到他的老婆，然后我就会快乐？那个就是错误的。那因果上是不是你找错，你都把你那个快乐的那个目标定错了？你定成是人家的老婆，是吧？或者人家的老公啊，那个就是麻烦了。所以如果那个目标不对，你怎么会快乐？目标不对，他不会快乐。如果你的目标是哦，我要内心快乐。满足，这种东西是没有问题，然后方法做对就可以了。所以用苦集灭道的这个方法论去找，
找出不快乐的，不快乐是什么什么东西，什么时候，怎么样的处境下你不快乐，原因是什么？然后我要的快乐是合理的吗？可达到吗？可成就吗？是不是真实的快乐？然后呢？然后你去做，做对那个方法，给他的因具备，他就快乐咯。明白吧？修到缘起就被称为小须陀洹，那他是不是保证下一次不会投生恶趣啊？是这样子记载。然后根据我们修行人的报告，目前我所听到的，我所知道的也都是如此。只要他真的有缘起智慧，他看他的下一世没有投生到苦界的，是这样。所以看起来这个小须陀洹的这种说法，是有一些相当的可靠性，但是他是在著述讲的了，在清净道论讲的了，但是那么对轮回再下一世没有还是没有保障吗？对啊。但是通常啦，如果学到这个小须陀洹的层次，整体来讲呢，大部分他的生命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但是有一种情形，他也可能堕落的，比如说他发愿，比如说那些发愿要成佛啊，或者发愿要成大弟子之类的，因为他会在轮回里面滚很久，所以有些时候那个风险还是会再出来，还是会堕落苦界。像这个目犍连尊者，他受记过后，他都会成为卢西马拉，可以成为魔王，不是开玩笑的，下地狱的，所以也是会，有这种危险，是这样。直接的来世是到了小须陀洹，他的，因为他这一生有这个缘起的智慧，他直接的来世是 OK 的，但是再过几世会长久于。就没办法保证了。但是整体来说，如果不是发过什么特别的愿的，通常到了这种修行的层次，他的未来是会，他总是会继续往修行的层面走，不管是在人间还是天界，是这样。但那个只是这样讲了，但是有一位叫 John 的，他就问，就是这个生灭啦、不生不灭的概念啦、然后呢，体验到不生不灭，他说，有点怕，我怕直接断灭，我有点怕，因为心愿未了，所以我卡在这里，心愿未了，那看你的是什么心愿咯，心愿永远不会了的啦，看你的是哪一种心愿咯，如果是要，成佛的啊，什么那是另一点，但是怕不用怕了，没有这么容易。如果你的心舍得不干净的话呢，你不会无端端掉进断灭的。以前我都有朋友说，他打坐好像进入一个很像很静的境界，好像我怕这样子下去就是涅槃。我说没那么容易，是不是？你的心放得不干净，你想要涅槃，这么不小心掉进涅槃，没有不小心的了啊，没有不小心，放心打坐，放心目前还是从来没听过有人不小心掉入涅槃。有些人讲了，有的就问到灭尽定，没有享受的这个境界，这是好像 freeze 的那个心冻结了。但是呢，这个跟那个无想众生的那个无想定是另不同的，这个是很高最高级的定，但是你问多一点，我就不会打你了。似乎不会没进定，因为没有进过。我的朋友他完全不怕，可以接受断灭，我就怕，所以问。其实呢，很多这个断灭是那个错。其实我们不是这样讲，是没有涅槃，它是没有生和受，不是生和没有名色法。但并不表示，它就是涅槃是究竟真实法来的，是快乐来的，不是苦。但是人家不只是说它不是世间的人能够理解，因为我们世间的理解基本上世间的现象就是名色法而已啊。这个山河大地这些就是色法，这些一切都是色法。
然后呢，民法就是精神现象。所以你讲这两样没有了，人家就想象就是断灭，不可想象。但是在究竟真实阿毗达摩里面，涅槃是一个究竟法，但是它是没有名色法这样子而已。当然这也有一个人问在哪里问了，他讲为什么生灭的名色心，这个名法就是心色啊，生灭的心能够知道不生不灭法啊？他是这样子问，明白吧？他是想象生灭的你只能知道生灭的，不是这样子的。你的心在生灭，但是那个生灭的心是可以知道不生不灭法，明白吗？可以取不生不灭法，取涅槃为目标。有些学佛的弟子呢，他们是要满足了这种好奇心过后呢，才有心去打坐。所以我们也是很用心的回答，主要师父用心回答，主要是因为希望我们的贤友有一点满足感过后可以用心来打坐。但是师父自己学佛的历程呢，我不想这些问题的。我是不喜欢想这些的。然后这个人自杀了什么了，阿罗汉的境界，阿罗汉会不会自杀，对我来讲我就不想的。但是既然要打了就去找一些资料，因为我们不是阿罗汉，不会懂阿罗汉的心境。是这样。我自己是不看的。像比如说一个戒到底多久，我自己的这个不可思议的东西啊，算了算了，不要去想太多。因为你想了说结果怎样你也没办法证明，然后除非你修到一些资质的那种层次，所以然后知道对又如何错又如何，所以对我来说我是比较帮不上我忙的，我觉得通常就没有什么。但是值得一问是好的，我们要尊重。有人问这个问题，即使学术的问题我们要一定要尊重，因为众生他们受法的历程是不一样的啊，只能够说我个人的倾向是要我用得着的，这样子跟我有关系的我就感兴趣这样。但是有些人他就是好奇好奇过后就真的走进来，就很认真的去实修，也有的。所以某个程度上满足一下这些好奇心是有，所以我们的学者他们有一些贡献的。所以是这样子。但是主要的是因为如果你问的问题是关系到禅所成慧才能够印证的东西呢，所以不要期望这些文字的解释能够给你彻底的满足。因为文字解释再怎么解释你就是你还是会一头雾水的，满头雾水。所以如果还是满头雾水的话，我觉得只能够去实修吧。但是我们要尊重啊，因为众生他们大家有动着不同的方式走进佛门。好，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有一个人他生活的问题，那也是师父回答一下了。但是他的问题很长，我就大概简单讲。他就是他走进一个公司，然后他的经理呢总是刁难他。他替他经理解除了很多的问题，他的经理高他两级，相差两级，但是经理怕他感觉到他威胁到他的位置，因为他太能干，他解决很多的问题，所以开始架空他的工作，然后呢很多东西也公司开会高层的东西需要他知道的也不让他知道，就总之就是处处刁难他，然后抢他的功劳，掩盖他的功劳等等。所以他就想，然后接下来还找了一个亲戚进来，要他把这些功夫他的本领传给他的亲戚。然后他就想，如果我把功夫传给他了，我自己在公司的地位就动摇了，明白吗？因为很容易就被取代了嘛，就不保了。所以到底应该怎么办？这样子。所以他请怎么看办？还是那句老话，一动一静之中让一切变得更好而不是更糟。所以通常我们遇到生命中的这种处境，问自己，我有几个，我有什么选项，我有什么选项。当然如果要
在因上来讲呢，你教人是不会有错的。啊，你教他，就算他取代你，结果剃走了，然后让他被取代你，你还是有功德的。大不了这里没有办法做，就去别处做咯。嗯。很多时候呢，人们会掉进一种思维，就是我越被威胁，我更加要战斗。啊，就像我讲的那个三头牛在一个草地上啊，那么大家那个草地上的草只能够喂饱一只半牛，所以三头牛要到底要打还是不打？两头牛都吃不饱，三头牛怎么吃得饱？所以然后一头牛的他就会想，有没有别的地方有更好的草地，没有真的，他就跑出去，结果他就输掉了。因为你是弱者吧，三头牛两头牛比较强，你是逃让给他的，但是你让了你其他一个找到了更好的草原，没有人争，你可以吃到你够，所以就远离，不用去争。另外两头打到两败俱伤也没有意思。所以有些时候问自己有没有选项，如果在一个地方，如果经理是这样子的首领，你又是低他两级，你有没有办法，你也没办法取代他，对吧？所以如果是我的话呢，我会想办法找出路，在这里没有什么好前途。如果是首领是这样子的，我会想办法不干，找别给自己找别的路去走。但是如果你没有能力，你找不到别的路，那也没有办法。那在这里你怎么办？你不教他的亲戚，他也会处理你；你教他的亲戚，他可能你可能被取代，那你没办法，走一步去走一步看一步。交了过后再来看哦，真的是被赶走了，那再来说吧。可能他看到威胁，你就给他知道你不会威胁他了，想办法了，就这样了。可能让你自己变得很有价值，但是有价值他也怕你，你太有价值他也怕你，就是人就是有这个矛盾，世间就是这样了。所以，在世间就苦了啊。你看我们出家做幸运啊，我们不需要想这些，对不对？有吗？有没有想谁要抢我的谷地取代我？有没有？应该不用了啊，我们食物也吃不完。有没有想我吃的？不用想，我们有很多食物吃，所以也没有这个问题。就是，没有这些问题啊。所以世间就是苦。如果是我在他那种处境呢，我是当然会想办法开发自己的能力，找别的路走，因为这种首领没有意思。如果把他斗倒，到头来以后也不好，不会开心。你把这个经理斗倒他，也不会开心。就算你真的有能力把他斗倒，也不会开心，也活得不开心。因为你斗倒他以后，你有样学样，你信你的下属也会有样学样，想办法把你斗倒，所以就充满一个斗争的一个环境，所以就不干了吧。就是如果我在那种处境呢，我想算了吧，生命这样苦，我就会拿起一把剃刀把头剃光，跑到找师父就给我出家，我不想再干，跟这些人混在一起太没意思。我一种那个把整盘给你端去吧，给你端去，你要什么就给你拿到完，做一个好人，把你的亲戚教会了，退，全身的退，就像那个牛这样子，走到找一个更好的草原，我就这样子做。但是世间的人未必能够这样，还有孩子啊，有伴侣啊，有父母要养，怎么办？那就让自己开发别的能力咯，找别的工作咯，看或者是开发。哎呀，天无绝人之路，心肠好的人我觉得总是有路走。忍气吞声一阵子，在忍气吞声的时候开始栽培自己的力量，开发自己的能力，然后呢找别的路走。我觉得有能力的人呢是不用死死在一个地方卡住的，此路不通不走别路咯，是这样。所以我也这样想的。所以不要只是想在这里我要怎么办，只想就像那个三头牛，想来想去只有这个草只够一头半牛吃，所以怎么办怎么办啊？这样子想当然就苦了，是不是？其实另外一个聪明的牛说，好，有没有别的选项，不用跟你们打的，我就找到别的更好的草原。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
总之就是问你有什么选项，或者是能够栽培什么选项。嗯，好，还有几个小问题。嗯，这个以前有谈过一些，我还是再谈一下昏迷的，昏迷行路卧尘那些呢，这很难讲了，到底是，死亡行路卧尘呢，一般上就是，在这个死亡心或者有分心之前的那一个，有分心升起之前的那一个塑形心，那一个业，能够导致，他的那种，要看到是业啊，业相啊，还是趋向啊，然后他这个，当时最后升起的业，能够带他投生，这样。那昏迷的情形，我们没有特别的去研究过了，你讲他一直在那个离行路过程，你怎么知道？你不知道的。有些时候昏迷他里面还有动作，你也不知道，所以有很多种可能了。这也不是我的专业，所以不能够说，各种可能性都答出来。如果能够取得观察禅强大的善业是否在他临终的时候成熟，其实能讲成熟的几率比较高，比别的业比较高，只能这样子讲。我们经里面没有这样子讲，这是绝对，所以我们不能说绝对。其实缘起现象还是相对的，因为你有这个很强的善业，但是你有没有很强的恶业，我们也很不知道。但是通常是不会了。如果自己或其他同修堕入昏迷，自己堕入昏迷是帮不了自己的了。你已经昏迷了，你怎么帮自己？如何自救？昏迷就已经昏迷了，是没办法自救，这是最可怜的。若是别人进入昏迷，就想办法把他从昏迷带出来了，有什么办法？是不是？就有一个这样的笑话啦。他说有一个人，总是叫不醒，突然间你就跟他讲快递来咯，然后他就醒来了。是一个笑话，我看过了。所以你要看到他到底有什么办法把他刺激一下带起来，是这样子。这种很多种可能呢，我们也不知道了。不知道了，昏迷。不要到那种地步了，生前就能做多少好的，但是如果已经到了昏迷，怎样能够让一个昏迷的人比较好，我们也不懂，只能念经就念经吧。就是希望他在昏迷中，他没有真正的昏迷，还能够听到，就是给他正能量。我没有办法百分之百掌控他的心事，那能够给他正能量就给他正能量，这样吗？是不是真的昏迷？有没有可能给他抓痒一下？他会不会？我们也不知道，有没有试过？我不懂哦，似乎没有试过。如果是我，我可能会好奇。如果有人昏迷，先瞄瞄他的脚底一下，看看他会不会跳起来，或者笑出来，有没有？试过了才知道。如果会的话，可能不是真的昏迷哦。真的。不会了，暂时会不会。请问照顾病人时如何不被他的业所影响？很简单，你就不要起贪嗔痴就好了。做什么决定就是想怎样能够稳打稳扎比较好了。有些时候，对，有些时候病人他们是有一些在冒一些不好的业吧。那么我们在照顾病人的时候要多一点慈悲耐心，心要很清明，要很冷静啊，让自己的心，而且也要有一点超然。虽然你慈悲，你不可以执着，你执着我一定要他怎样，那时有时候你就会判断错误。其实有些时候你只能做最好的决定就好了，然后呢，能就能，不能就不能。但是你一强求，有时强求就会让我们很危险。硬硬来的时候你就犯错，所以做出本来没有那么糟，你把它变得更糟。所以病人本来就是他有他的业的吧，是不是？人总有一天会死的吧，你不能接受人会死，这个就是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这样子怎么帮人？是你再怎么帮，再厉害，总有一天最厉害他还是会死去。所以这点一定要理解这一点，那么在这样的理解上你去帮，你的心才不会
这么执着，你就是尽力，我能做什么我就尽力而为，尽力了就是最大的力量了，所以是这样子咯。啊，好，这样子算是可以了哈。啊，新的问题就还有谁的问题要加上来？什么？瓦咖喱？就是啊啊。哎，这是好，这是在哪一个字？是，对对，这个我也有看过这个说法，但是这个是在哪一个 dex 里面？因为我这个是从三月旦里开呀、啊，拿出来，它应该可能在另一个地方也有记载，我有看过，我忘了在哪里有一个类似的一个这样的东西。这里是没有讲细节啦，今天我们只是讲他死呢，他们这些都有他的一些业。一些工业之类的，那么详细的情形他怎么死呢？这个版本，这个三密大里面呢，并没有很细的描述那个过程，但是我有看到另一个，像你讲的这个我有看过，啊，看过，对对对。对，就是讲他的是怎样的那个过程有这个过程我有看过一些，有看过，对，我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个性哦，也是说我觉得哎呀，当时已经过了2000多年了，这个跟我现在的修法好像没什么关系，然后他们当时怎么死的就怎么死咯，这很奇怪，我就是这样子，所以我看了过后有没有累积到在心里。在听你讲的时候啊，是有一点这样。我在看经的时候，我常常会这样子过滤的，就是哦、啊，这个我怎么用，这个我怎么用，然后这个当时比如说佛陀有学者在辩论，宝小的跟我说的，他想辩论那个佛陀在娑罗树下入灭啊，当时娑罗树开花，他们就研究那个境界不是娑罗树开花的境界啊，这样。但是那个就是因为佛陀的功德特殊的情形下开花，但是他们不能接受。其实本来生命里面很多东西人们不理解就叫做奇迹，因与特殊的因缘会产生特殊的事，那么特殊的事人们因为看不到它的特殊的因，看到那个特殊的果不能接受，为什么会有特殊的果，明白吗？其实特殊的因就会产生特殊的果，这样了。但是对我来讲，我就不会去研究娑罗树开花这个事，因为它到底有没有是真的是假的，对我修行也没帮助了。我比较关心的是现在我们能够实实在在修这个起心经，那我们怎么看这个，是因为你这个是你现在可以印证的，至于古时候那个娑罗树开花的事，除非当时你在附近，或者你去问当时在的天神还是什么，不然的话你已经不能，这个东西各讲各的，你也是管不了这样多。所以对我来说，我在看经文的时候呢，我从来不会把心思放在这个领域，从来都没有，我看了就跳过去跳过去。像我看贾达嘎索利，我都是看了我会记得是他的教诲是什么，至于那个细节啊，那个人叫什么名啊，那个当时，所以我每次讲故事没那么精彩，就是这样啊，我讲故事不精彩的，我讲故事都是讲出那个教育是什么，那个讯息是什么，那个法是什么，讲完了就收了。所以如果要讲精彩要拿出来跟他们讲，因为人们要讲的有描绘当时的处境，让想象力比较容易跟着来，就比较精彩。对我来讲我是不太，我是记住他的讯息是什么，他的教育什么，他的法是什么，讲了。所以就是比较抱歉啊，如果问到我这些细节的事，他是怎么杀的，这东西就算我看过了，我基本上心里面不太 register 这个东西。这样，其实也是我的个性。
这是好啦，如果你有很多你的记忆力是超群的啊，像须发尊者这样子的记忆力，多懂一些细节也是好。如果你看一眼这三藏全部背熟来，也是很好。以后你回答人家很精彩，是好的，是好。我们不可以讲不好。我只能讲我个人的个性如此，并不是以我为标准。如果你能够看过的时候，细节的记在心里，这是值得赞叹的，是好事。好事。好。还有什么吗？来，哎，好，好，就是讲，如果你那个立功了，那么现在我们实际上也有吗？什么？立功了，你们防火就能死了。哦，我们是还是不傻的。不然就不要离他走远一点点哦。但是如果来到我们靠近、很靠近的时候，想办法把他淹走一下。但是蜜蜂通常它是不叮我们的啦。你不要吓到他，对不对？黄蜂哦，不晓得，有些时候黄蜂在这里飞来飞去的时候，我们也是不理他。不要吓到他。但是如果我们有孩子在的地方，我们当然会小心。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能够把它淹走了。但你先带上那个网啊，还是什么之类的。找一个那种龙门客栈的网啊，这样子，然后就把它赶走一下咯，这样，还是远一点的就不要管它了对，远一点的不要管它，只要有伤害到我们，因为众生也要有一个生存的空间。我们这里他们喜欢，是因为我们不会伤害它。那猴子也会比较放心，他每次跑到我的谷地就在那边跳来跳去，跳来跳去。但是，不会啦，我们不会伤害他。行。还有什么？不是啦。世间的人讲潜意识呢，是你在不知道的情，在你不觉察的时候，那个心在操作。有分析也许有一点点潜意识的作用，但是人们讲的潜意识是比较在自己不是很 conscious 的状态下，你其实有这样的，比如说你潜意识，你就是想要去某一个地方，或者想要做某一件事，但是你自己又可能因为礼仪啊还是什么啊，自己又不好意思，所以在自己的意识里面告诉自己不要，但是心里面梦里的时候，你是会有那个不好，一个好也好，不好也好，又有那个欲望啊，或者是那个念头，所以他们就叫做潜意识，可能跟我们的那个性的潜质睡眠里面呢、睡眠烦恼里面有的这样子。或者有些时候也是过去的业，因为过去，比如说你长期喜欢做过某一样的东西，所以有些时候你即使现在你不是很知道，但是你的心可能有那种潜在的倾向，这可能也他们也基本上人们讲世间的人，当他们讲潜意识的时候呢，他们用这个字眼的时候是不精准的，是没有我们阿毗达摩的解释的。他们用这个潜意识，他们只是指就是你在清醒状态并不怎么知道的心的一种运作，他们就都把它归纳成潜意识。所以如果是这样子，我们的醒觉心不知道的心的现象有很多种可能性，睡眠也是可一种可能性，过去式的一些倾向也是一种可能性，你知道吧？或者是自己很强力的掩盖，让自己告诉自己我是好人，然后掩盖的其实心里面有那种成分，不好的成分或者是什么，那也是有的，你知道吗？所以潜意识不是我们佛教里的一个名词，但是我从他们看了这些潜意识的描述过后，我觉得像大概类似他们这种潜意识的大概就是有几种可能性，所以只能猜想而已，因为它不是我们佛教的名词，我们只能猜想，可能他们指的是这个吧，可能他们指的是那个吧，这样子。但是我们怎么去人家创造的名词，我们怎么去替他解释呢？没办法，只能够从他的那个定义里面猜想大概是属于哪一类的现象，这样而已。好。
有吗？哦，是我哦，对对对对对，等一下哈、啊，有一个对忘，有一个是，好像啊，对对对对对，朋友的丈夫对她有暴力，不是对她啦，是对丈夫对妻子有暴力了啊，打骂应该如何安慰和给意见？对了，他指的是这个，跟他讲喽。一动一静之中，让其变得更好，而不是更糟，对吧？可能为什么他会骂，为什么打你？那，对吧？是不是因为他喝酒醉，还是信息？有些时候，有些男人他们暴力，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处理他们内心的平衡，他找不到平衡，他其实是一种弱者心态。然后回来就打太太这样子，所以如果能够解掉他的问题，明白到他肯定他到底苦在哪里，也许吧，这样咯，要明白他的暴力的原因咯。如果他的暴力是太太有钱要跟太太要钱，打到你给钱出来，把钱吐出来。那你问哦，你要问你能够给他多少，然后能不能长期这样子，这样，所以有可能，所以要找出，还是一样啦，用方法论解决问题是他对你打吗？找出他的原因，然后你希望的结果是什么？然后呢，你要怎么达到你的结果？还是一样用方法论，所以如果他的原因，如果他希望的是。我希望找一个更好的老公，那么那就另外一个事情了咯。但是我们不给建议啦，佛教徒不可以，然后就轻轻哦听他讲就好了。不好改，好啊，可以啊，你就应该换过一个啊，这也不要去搞，这是人家的夫妻的事情，不要禁止，这是家事难，哼，这是什么？家事难，清官难判家务事，对啊，清官难判家务事。对吧？因为呢，他们呢，有时你不知道的夫妻，这里吵架，这里好，好的时候呢，就记起来手指指外面那个，然后你就成为一个冤枉人，你也不知道，所以最好还是讲好话就可以了，不要给人家太多的意见，不要，叫他多学佛咯，多打坐咯，多上坡慈心咯，这样子咯，多去理解那个问题出在哪里咯。会不会是你什么都没做，他就打你？还是你顶他的，顶回去？是不是？有可能有些时候，是不是有很多种情形要了解一下咯？刚才讲你叫他自己思考一下，或者是在什么时间点他才出手，他会打？但是会不会是初一十五？有些人是初一十五，就是那个行为呢，特别想要打人。如果是这样，你就在初一十五的时候就走开回娘家，对呀、啊，有的哦，很多种可能的哦，是不是？你不明白，所以这找出原因就很容易解决。然后问自己，到底你最终要的是什么？你的人生你要的是什么？如果你确定人生要的，就很清楚了，是不是？就像有一个人在网上问了我，他讲这个，他讲他在帮一个家庭，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办，问师傅怎么帮。还那个孩子，其实那孩子是被他的爸爸其实侮辱了，就是那种女孩子，那爸爸是那妈妈是不处理的，妈妈不处理的，妈妈是怕，那爸爸是暴力的，就是说他做父亲的强奸他的长期他的女儿，然后还怎么办？他的这个女儿，我想这个东西你要看那个女孩子，她到底你要知道她要什么，是不是？她当然她不想要这个苦，她希望不要跟她的爸爸有这种关系，但是她求救无门，求救无门，母亲没有能力处理，任由它发生，然后这个孩子他自己要什么？这个孩子他是不想家庭破裂，他希望那个家是完整的。怎样完整？你报警就是坐牢，明白吧？
报警就是撕裂了的，就是坐牢，就是女儿告爸爸了，你要提供证据。那他如果他不愿意提供证据，他不拿证据，那你是没办法帮他的，对吧？报警也就报不了的，报理你报警上法庭是要证据的，那女儿要告爸爸，那女儿不愿意啊，不愿意家庭破裂啊，还有一个弟弟不想那个弟弟因为他而失去了一个完整的家，所以这个女孩子她有那个心，她要完整的家，那你叫我怎么办啊？我怎么办？我们不能啊！我讲这个东西我们怎么建议都不能啊。当然如果是照西方的态度就是不管他了，就是直接就告，直接就把这个男人告上去，但是是照法律是法律的做法，但是你这个人求救，那我跟你告上去，结果你不想举证也不会有结果，到头来只是我们乱了一轮，法律上的结果也不会有，到头来你的家庭破裂的时候你还恨我，对吧？那你能怎么帮？你不能帮了，因为他要的目标跟他的苦是不匹配的，他没办法克服的，所以这个只能够讲这是一个死结，没办法解。你没办法解，因为他还小，他也没办法自己养自己，然后他也如果是国家把你打去养，国家是可以跟你借过去养，但是你从此就那个家庭破裂，你又不要那个家庭破裂，你还是要那个爸爸跟妈妈，那你怎么办？没解，他在苦跟更苦之间没解，这个是没解的答案。没解的答案，你记得打抱不平，他如果是不好好的举证你也是没办法的，所以这种东西就是没得解，所以就是说不是说什么事情都一定能够解的，知道吧？这是一个悲剧啊，实实在在的。有一个在微信上问我怎么帮这个孩子，我说你自己看吧，那如果你要的是个你又要这个你又要这个，世界上没有这样子的，通常你要克服这个就是法律程序解决，你就不能够说希望法律程序解决了，你的爸爸坐牢了，然后怎么坐牢了，然后一切还能够和和气气，还是一个完整的家，它本来就是不存在，本来就是不存在，这种家是没有办法在那种情形下保持完整，如果要完整只能就继续忍下去了，继续让他的爸爸成为一个泄欲的工具，行吗？很可怕，非常可怕。朋友想要离开牵扯很大麻烦，比如孩子银行贷款，对啊，所以你们看啊，结婚啊，很辛苦的，扯着孩子啊，然后要走不掉啊，这样子啊，然后又贷款啊，这样。作为朋友的资格下面答应他一家快乐啊，借耳聆听，对啊对啊，这只能这样子，对，对 ，OK， 这个问题解了哈，没有了哈 ，OK。不要去比较了，这个业强弱有太多种因素了，不要去这样子比较，好吧？业的变化有太多太多的因素，总之就是不好的，不要去比大和小，全部都是不好，这样就好了。你去比大小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大小有很多牵涉太多因素，你知道吧？牵涉太多因素，到底那个小动物什么？是你要试它？你肚子很饿，只是说弱肉强食的时代，那是一种，你要玩他，欺负他，他没干扰到你，你就是不想他好过，那一些情形也不一样，这种太多了，不学佛不要研究这种问题，我觉得没有意思，到底哪一个业，哪这个业跟那个业比，哪个业大，哪个业小，你没办法比，因为它是有些时候不同种类很多，千变万化，不要想这个，好不好？开心一点，只是不好的就不要就好了。用语言伤害别人也有很多种可能性，到底那个人是胜者不是胜者，不是那个人有没有真的被你伤害到，也有这种很多种可能性，明白吧？所以你不知道，所以像是怎么去比怎么去称，它完全是不一个等级的东西，不同种类的东西，你怎么去称？那么什么叫做大跟小？大跟小是以哪一个比喻？是以受果报的比喻，还是下地狱下的哪一个比较深？这个东西不能研究的，
哦，这种东西不要研究哦，好不好？没有意思，只要知道这个是不善的，我就放掉这种心思，因为我们会很累，你去研究这种没有完没了。嗯，没有没了。总之，这个是不好的业，就全部不好的业，这样子就好了。哪一个业比较大一点，哪个小一点，小一点比，没办法，不要去比这些，没有意思。好，好吧。嗯，还有啦，没有了、哦。好，那我们结束了哈、哦，这个也业了啊、哦，我们发愿回向吧啊。也让咪本娘阿萨瓦卡亚瓦行河都，也让咪本娘尼巴那萨巴加尤河都。妈妈不念八纲萨巴萨达囊巴杰米得萨贝梅萨芒不念八纲拉班都萨杜萨杜萨杜